们来大概看一下这部车的内装哦。这个方向盘呢，它是采这个三幅的设计哦。那一样配备有这个 Andy 非常喜欢的这个方向盘换挡拨杆的，因为它是搭配双离合器变速箱，所以没有这个拨杆呢，可以讲就逊掉了哈、哦。所以它一定要搭配这个拨杆。那右边呢，一样是升档哈、哦，左边一样是降档。好，那前面呢一样是时速表跟转速表哈，这是废话，好，不用讲了。好，那中间呢，因为它因为这部车的设定呢，它是采这个非常运动化，应该算是跑车的设定了，所以基本上比较豪华的配备，比如像影音啊、萤幕啦、数位电视啦、卫星导啊这些都没有哈。那下方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冷气大小跟这个温度的设定哈。那比较热血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，再往下看可以看到这个排档杆。它排档杆它的换挡的方式跟一般车比较不一样，通常都是我们用按的，在排档上面有个按的，不过这个没有啊。各位可以看到，就是它的下方有一个拉杆，所以当你要换挡的时候呢，你要手握住这个排档头，然后两个手指头呢，把这个银色的这个开关往上拉之后呢，你就可以将从 P 档排入 D 档。好，那在下方可以看到，它有写一个这个 SST 啊 ，Twin Clutch。这个就是代表这个变速箱是双离合器的自手排变速箱，左边有一个拨杆哦，可以让你选择说，如果说我现在可能想要开得比较快哈，可能想要在山路上配一下，享受操控乐趣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往下拨，它就会跳到萤幕上，中间有个萤幕可以看到，它会跳到 Sport 模式。那如果你想要市区代步啊，不想要那么的运动化，不想要开的那么坐起来那么硬的话呢，你可以选择 normal 要搬回去。好，再往下看呢，可以看到这个 AWC 哈，这个就是 Andy 刚介绍的它的四轮全时四轮驱动系统，你可以选择三种不同的路况模式哈，然后去做一个最佳化的一个调整。好，那再就是看到自备架，好，这也是废话。内装比较美中不足的地方，我要讲一下，就是说，因为这是一部我觉得应该算是蛮热血的车哦。不过它的双前座椅看起来并不是非常的热血哦，因为包覆性也稍微不太够。但腰部支撑我觉得还可以了哈。那它也没有采什么双色的处理，那我觉得这是比较可惜的地方。后座跟后向空间，我要特别补充一下哦，它的，因为它是一部 Sportback 哈，有但也兼具的这个日常生活的一个功能哦，所以后座呢一样，它有这个六四分离的设计。那最特别的就是你后箱打开哦，后门打开，你可以两侧你可以看到它有 One Touch 快倒的一个功能键哦，就是基本上你只要拨一下，左边拨一下，左边的椅背呢就往前倒，右边的这个 One Touch 拨一下哈，右边的椅背就往前倒。所以对这个实用性，就是假设如果是你今天车主是一个女生哦，你可能去大卖场买东西，你要放东西的时候呢就很方便，左右两边拨一下，两个椅子都往前倒，那整个空间就可以做更大的一个延伸。好，这部 Lancer Sportback Rallya 的在市场上的产品定位，我觉得最接近它的应该是在日系车来讲啊，我觉得应该是速霸路的 WRX。啊，不过它是 2500cc， 那同样是涡轮增压引擎，那马力差不多，那售价好像我记得好像是应该是会比这台便宜一点点的哈、哦啊。不过以欧系车来讲呢，我觉得最接近的应该就是 Andy 上次试过的 Audi S3 哈、哦，那它同样是搭载这个 2000cc 涡轮增压引擎，那 S3 的马力是265匹哈、哦，那这部Sportback 的马力是240匹。那它同样是搭载这个双离合器自手排变速箱，那同样是搭载这个四轮驱动啊、哦，那个 S3 是 Quattro， 那这部 Sportback 它是搭载 AWC， 再、哦、来就是它也同样就是采用虎门掀背的设定哦，一样兼具的这个日常生活的实用性，所以呢，这样大概这样比起来呢，我觉得欧洲车这部 Audi S3 呢，跟这部 Sportback 的定位，跟功能，我觉得其实是蛮接近的哈、哦，不过。价钱呢，各位可以去比一下，应该是差蛮多的，可能我觉得应该差八九十万有吧哈。好，对于非常喜欢这部车的这个车迷们来讲哦，可能会想说，哎，真笑哎，他又不一定要引进哈，那我介绍这么多干嘛？那我是觉得也 OK 啦，就是说你都
看过这部影片之后呢，你可能就是把这部车放在你的心里，好，那接下来就是等待这个中华汽车的好消息咯。好，那我们就下次见，拜拜。